张嘉言 SNK News 午间新闻主播，拼搏挣扎，独善其身。我相信做新闻的人是不会被规矩束缚，我只想把真相呈现给大众，你们想怎么斗怎么抢， I don't care。 新闻女王3月2日起每周六晚上10点连播2集，只在 TVBS。